可以不止七公斤。你都看得哟。一起来犀利犀利的哈，现在拼命拼命拍。你在跟我开玩笑？你可以当了不行，这是很重，就。创作理念的文嘛？什么创作理念的？就是分享到现实。好啊，这次可以。转瞬间，三年光阴呼啸而过，轰隆轰隆，青涩笑容随黑裙扬起，跌跌撞撞懵懵。唱响汗水挥洒 ，OK 不止七公斤。没有毕业典礼的毕业歌，读了高中三年 ，To be honest， 我学到了什么？160学分，过了必修还有选修，再下100分还是高三上大学。Good， 不管英文到底是要抄多久，这副班服色服是有差吗？每年都提一次，每年都没有过 ，Peace。你都看得哟，一起犀利犀利的哈，就在噼里噼里的拍，加班时候会破伤风，小心你的脚丫。哎、欸，来不及，山里家只有三姐，按我脚一直留下。我要你欣赏。